们今天来开箱 Seven 新推出的生日福袋，迪士尼100周年。这个呢，还有熊抱哥的福袋，超可爱。这后面还有一个隐藏的拉链哦。我觉得连后面的图都很可爱。我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真有味哇！是绿色的乖乖耶，绿色乖乖可以拿去放电哦。这个福袋里面会配一把雨伞，是熊抱哥款的，所以等一下可以打开来看一下。然后还有一包湿纸巾，一罐提神饮料，苹果红茶，曼陀珠，还有商品的折价券，这是基本里面都会配这个折价券。然后最重要的是会有一张刮刮乐，可以抽 BMW 豪华旗舰休旅车，价值336万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开另外一款红的三眼怪，这个也好可爱哟。你看它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的三眼怪，然后这边前面会有两个口袋，但是其实都还蛮实用的，很方便。里面的东西呢，可乐果、卷卷酥、两罐提神饮料，再来一个湿纸巾、折价券、曼陀珠，基本上跟刚刚那个是差不多的，只是零食不一样。还有一张抽奖券，差别在刚刚的福袋里面呢，是一把雨伞，这个里面是一个冰把杯，我们来打开一下。哦，超可爱，三眼怪。冰霸杯。接下来呢，要来看一下这个盲盒。这个是 Seven 推出的迪士尼盲盒，里面呢总共有八九十款，然后有两个是稀有的，不知道会中什么呢？我们这边有三盒，所以看看会不会中稀有特别吧。来吧，其实中什么都 OK， 因为我觉得都很可爱。哦。拿到米奇耶！米奇有4款，唐老鸭也有4款，这个应该是达摩的米奇6款，看会不会中到唐老鸭，凑一对哦，唐老鸭啊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。这个是金色招财猫唐老鸭，好可爱哦。剩最后一盒了，看我中稀有，最后一盒喽！唐老鸭，我竟然这么重复的，3个里面2个重复的，这个机会我竟然中了一样。你们赶快去看一看看，看会不会中到2个稀有版的哦。